到现在这么幸福，让看我爱黑社会长大的小编觉得温馨。就是日常赞叹狗仔好眼力的一天，这么暗也能认出这位就是来自韩国常上节目的综艺咖李正远 AKA 和瑶瑶稳交两年的男友。七日晚上，我们就在华师附近巧遇小两口，坐上 Uber 离开，车子往五堵区方向行驶，接着越开越深山。哇，这样的跟拍还是第一次看到哎！两人下车后走在一起，虽然没有太亲密的肢体碰触，但画面看起来就是好适合，好适合，好适合配首歌。你就这样出现在我的世界里，带给我惊喜。娱乐动新闻，我有听完歌声，更确定两人是真爱了。报道。听过的新闻是记者自己跑出来的，是他跑得更好更快，属于你的媒体，苹果新闻网。